是舒淇，先甲大家拜年。舒淇为自己的贺岁片预告配上台语旁白，不过这台语怎么卡卡的？这人是谁？为什么被一人所害？我们村子里有这个人吗？对不起，伊妈不知。台语不练凳，还有模有样的讲起鼓来，抢先跟观众们拜年，就是要抢攻贺岁片市场。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！魏德胜执导的温馨国片则力邀《海角七号》原班人马全部回归客串乐团歌手。因为是要做现场收音，所以一定要找真正的歌手来唱啊。那我相信这个电影我们出现的时候一定是一个亮点。接近过年，贺岁片开始使出不同花招宣传，春节气氛越炒越热，就看谁能攻占市场。记者杨雅玲台北报道。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九点，让爱飞扬。